谢家黑妹那不吱声啊，不撞了。好想卖了呀！技能还不知道是啥，反正没教。跟一下吧，这技能半天不教。鸟也没给。我不修开呀、啊！这憋了几久了呀？看你憋了四台机，我的天！
了尸体一样。哎呀，真的能憋，我也是服了，憋了整整四台机才能把精神交出来。那刚才后面一直在揍他，都用头接的。你喜欢看毒蝠，你晚上再来嘛。我可能之后做梦都是打人的。打毒蝠每天就那么几个人，打了还不一定赢，还影响心情。不爱打。长脚，这榜一迟早得掉的，我开学了，我不就不打了吗？谁爱坐谁坐去，待着就坐椅子。这通缉的可真是好啊，直接就通缉到我了。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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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屁股那么挺，慢了。抓死就给力，招啥急？我再摸会儿钉机啊，再坐好啊。Nice， 死全给你踩了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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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招下来。卖了宝瓶。
挺好的。老打磁铁这个人。不是你半天还没开呢？他应该是不会过来。现在在船上，然后这边他只能招空姐了。又带个金身杀空姐。跟一下吧，没封装。这还弹刀了。小心失误了，应该是炸掉了。看来我不用修了，我直接骚扰器就行了，查到4就行了。撕了呀，存了一屁股丝。
É.先打一刀还空了，别人都起来了，闪现打一刀。错了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这叫他叫啥？这个皮肤真的是拿那个棍子，不知道是要打谁。真以为我不敢跳啊！这眼干扰不到，直接修。
官在骚扰，他还挂不上人，空姐这边满是救急。接下来没有我的事，拆家树，刷刷分，贴个门。四格修不完吗？一直在我过来补，你全速修机怎么可能修不完啊？哎呦我操，差点开了我操！各自飞，谢了啊！结果了哟！挂我也没用啊，你挂我对面门还不是开了。哎，怎么修机修到最后一无所有呀？老子带个金身，我又撞不了人，还不如用佣兵修得快一点。你牺牲我没有前途的呀！狗了，
怎么杀佣兵了？哎，又是600分，舒服。我今天就是要碰这台电机。一个拿到刀了，拿刀就没人了。全被谁捡了？疯了，有点疯了。滑行加速牛逼！你别挡我路啊，我日！不会又是女巫吧？演员在小木屋，先知在墓地，黑妹在那个三连。打到鸟了吧？你还是打到鸟了，不会是帐篷吗？
技能没交，优势秒已经到了，闪现不是。看那蜘蛛这一脸样子，挺神的。我没扯下来人，哎，我都看到那个条都过了呀。过来扯一下我得了，闪都没交哎。人都傻了，扯那个进度条都已经过了，人没扯下来。秒救了，压好你就点啊，压好了，真压好了，压好个锤子。还蹲个球啊，看都看见了。快来玩啊，来呀、啊！跑不死你。
靠，带追力的。吃的妈吸的，哎，还白给一刀。哎哎哎哎，兄弟兄弟，到处都是。其实他弹起有多。他不会传送了，兄弟，肯定打他，打他，还挺准。还蹲个球啊，看都看见了。快来玩啊，来啊，跑不死你。我靠，带追力的。吃的妈吸的，哎，还白给一刀。哎哎哎哎，兄弟兄弟，
到处都是。其实他弹起有道。他不会传送了吧？这里肯定要打他，还挺准。还没亮吗？没亮到得了。哎呦，我去接他吐司干什么？不虚，搞他人皇秀不虚。你还拆板子，你个细拆板子，哎呦牛逼！差点。
VIP 一了。总感觉这把修一直在修机，然后他一刀斩提了个一刀斩了，来找我来了。看情况是在哪去修小木屋。农民电机在哪呀？农民没修啊，还是咋修亮了？当时救人去，有会加速应该是能修完的。他这边还没挂上人，两个人扯不下来吗？还没压好呢，技能交过了，等他屁股揍死人，估计迟了都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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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他踢了个一刀斩的走了。可以，今天中午能上一个小段。差点修人皇出事，走了。直奔大房，大房就是我的家，有事跑二楼。哎，thank you.
现在可以去修人王了。蜘蛛在干啥呢？刚才应该一直都没用丝，你屁股的丝早就把黑妹带走了呀。他这边要么就空刀了。转啊，直接转大房啊。哎呦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差点给点了。这玩意儿搞得跟玩过山车一样。让机子也不说我一声，差点也没拦住，挺点的。没必要这样吧，提了个一刀斩了，提我人头，兄弟们看没，厉害呀！哎呦，再打着了。没有封装，我不能跟他跑马拉松。跳不掉，
坐死了，坐死了，坐死了！够了，两台，还吸了不少鸟。这波佣兵不要倒就行了。刚刚没说。打他打他，哎这不是，哎呀又是这样，你开枪吗，你开枪啊，你打他呀，打他，闪现交了你都杀我，何必呢？何必呢？我一个玩屠夫的。小丑，小丑那双那机子不能修呀。开局不拉狙。把他往海边去啊，我就知道那声音不对劲，如果我板子下了，我就你去不到我了呀。就是我就直接把这双十一的板子续了，也要把先知杀了呀，你这抓谁都不好抓。哎怎么炸了，
两杯给上。坐等一个闪现。这不会带了个金身吧？丢下来了，应该不是。啊，带的啥呀？一直憋着。已经咬好了，贴门去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真提到斩呢！哎呀，这就没意思了呀！可以，你这个闪现我给满分。窗判定，巨窗判。直奔大房吗？这么远的火应该是用来跑路的。你香水呢？被骗了吗？我没装下来。
掉了。摇下来了。猜猜有没有人发个信号什么的？前方不好救喽，又是火又是落地刀的。人家每次提这个一刀斩着我呀，我日！哎，哎，哎！哎呀，这下完了，金枪在他脸上。佣兵都挂呀，好狠。
哎，我站在大街上，他还没看见我。可以，这都没找着，赚了。还好，其实这波算这一波有点炸。走了，兄弟，找不着，那佣兵还没摸好自己，炸了。好像这边一夜回到解放前了。快摸好，要拍了，给力！不知道这机子修不修得完，没过半。老通缉我呀！快，亮，再出几个 QDE，亮了，亮，我日，救一手呀！完了，我要补机子，我又要去救一手。可以。
这么自信的吗？真就自信他没一刀啊。哎嘿，人给你偷了。哎呀，这个幽冥这个血条，给力哦！道德呀，兄弟，不道德。哎呀，还帮你取消草刀了。头啦！牛啊！枪水呢？没有。这中场，这中场，这个地方跟鬼一样，什么声音都能听见，修着修着一股怪叫。我都不带虚的，你敢打吗？站着让你打。僵尸可能要死了，是不是多修了呀？啊，算了，多修也无所谓。万一这个女巫她换了个市场，把笛子踢了呢？
又。这电机压的，兄弟不是这么玩的呀！晋级赛呀，兄弟！哎，低调目的，低调目的。我的个狗锤子！给个机会吗？呦！太惨了。有女巫啊！还在那寄生呢。机械师，你不锤你锤我。装滑，
箱子行。这边应该没我的事，电机灯应该都够了。哎，这么怂的吗？去一下不就没事了吗？去我呀，空姐！我这……你刚才不去，现在好了。这结石也不走门。娃都已经死了，闪跑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今天中午黑妹关系一样，哎呀，还好我丢下来了。摇下来了，这肯定摇下来了，百分百。这说不定还能摇下来呢。换人中。不亏，这前锋没球了，还差一台。还好他没带怀表。
到河边还能到，天气又冷，没头了。 可以平，大房电机没了，什么状态呀？ 难打喽，除非我能提前把这空姐拦了。养好了吗？ 应该听见了，怎么又是黑妹啊？蹭个3层视线，我不知道附近到底有没有那个前锋。 稳定一点总是好的。卖了吧，不卖吗？空姐就。 真的假的？不修机子了都。
哎呦，炸了！没想到这铁人开金身了。加个速试试。哎，挂上了，爽！空姐会过来。双救蓝空姐，有种你秒救。下局见了，没了。太有食欲，顺点极好，抓的人还极好，完全就看我自己发挥了。开局先知，
你这不白给吗？你翻不过去的呀，除非你鸟回来了。三连电击，佣兵加空姐，幺级没人修，我只要这四台，哦不对，这三台没人修就完事了，卖了，真卖啊！我肯定不会这么无情的吗？完了，我炸了！你站在此地不要走动，我去拆个地。骗他了，红毯。看错了，警告。我才刚看的先知，给力。这么玩啊！这么玩要翻车了。看先知。这家刚才去踹机子了，先知跟丢了，翻不过去，翻不过去，你翻不过去。修，你修。你踹的凶，跑马拉松，几件隐身，看他还能跑哪去。好再掉再说。还是这台踢。
可以放他走。抓条枪，然后这个把这个佣兵跑死，还能拖时长。好，佣兵再跑过来，再跑到这边三连过来，要么你们就不修这机子摸人。守一会儿吧，他们修不动了，空姐修得难受，等我时长好了还可以去踢一脚。过半，我又来了，踢啊，点不开，你点不开的，点开了也没用。我觉得这个人会回收头。掏个锤子，他直接去开门去了。他是等我呢，我是。哎呦，应该不看他的。我好像是大了，那给鸟，给鸟的死。又没加速，你刚才用了，你现在只能玩板苟活了。空姐别去玩，给个面子。可以，你只要给我面子，我就踹你机子。哎嘿！哦，空姐有点脾气了。
搞了半天你没带怀表，亏我一直在追你，跟神经病一样。啊？哎呦，我人傻了。哎，我以为他有怀表，我眼睛花了。用命贴我，差一台，20秒，用命看能不能倒了，倒不了，没了。那只有往平局了，往平局走现在先知再修一单，然后两个人去修色院，难守啊。打一刀就走，多打打骚扰。这招这波空姐白给了，就很难受。空刀魔呀！应该也没多少护臂了，再空就没得打了，再空刀。哎，这把肯定平局，不好赢呢。骑成一匹马，
啊，我没输就行。其实这把能赢了，就因为空姐那一波，我以为他带怀表呢，贪空姐了，我想把他也打倒了。给点力吧，不要是前锋空姐。可以，好像在哪见过这个场面。就都没打到，哎呦！我跟他想皮一下的，杀人了呀！丢下来，这个人很喜欢搞螺旋球。特别喜欢搞螺旋球，想打剃刀刀不让打。打了个双突，谢了啊！不走，回了。这张贪了，贪硬值，因为刚才只有28的死，双突的话要30，不应该等的，早点突就完事了。下一波闪现能把他带走。这下好了，还双倒了。前锋如果在附近，我就不签了，我直接包神姐。还可以打，多点小机子。只要在这边放个石就 OK 了。
屁股有点铁呀，这不是一般的铁。退回去。炸了！他们这边要交替，空姐去补，黑妹过来救，黑妹打倒三尊猴，说的安排的挺好的。我要不追的，别亮别亮，亮不了。救不到，可以，差点翻车。咱俩跳第一跳的。你贪得很，你门不走，我要走第一脚。